道格鲁给至道格鲁西亚。天冷，格隆背后的家呢？天冷着骨，不一下子啊，耳朵都烧爆头了。刚手痒过来，可都不碰一下哇，耳朵都烧爆了，当到了香了。哦，碰见了啦。嗯。天放。嗯。哈，赵哥。在高原上玻璃家了，你知道路线去了。光头搞不着，刚能去一下了。以后跟我知道高路线的路，结果多去不保证。可好不要干，姑嫂哥一那心着，但是那件。这个人要好听了，姑爷知道蹲几个多高，现在姑爷就往多高尿线去了。昨天到了，哥哥去找俺母姐找，姑讨了呢。我跟你讲，刚好我来呢。姑都喊到高大了呢。还得哥哥照顾我，你姑娘真知道感情了，可不要哥照顾我呢。我都往玻璃那住靠了，哥轻轻轻不再给路贴了。到高路街，直到高路线，有的是晒短的呢，把些晒我撑到。